我就很想知道，如果我今天变成男的，会有多帅。所以今天呢，就是要给大家养养眼，把我自己变成帅哥。C442八婆 besties，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洋洋。没错，今天要是修图了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好奇，自己如果变成异性会长怎样？我就很想知道，如果我今天变成男的，会有多帅。所以今天呢，就是要给大家养养眼，把我自己变成帅哥。但在这之前，其实我有在 IG 问过大家，想看我修什么样的图。然后我得到了一些很棒的投稿，十万伏特射出一堆蛤蜊，把蛤蜊披在皮卡丘的眼睛上，可以帮我家的鹦鹉照片披到咸酥鸡的橱窗里面吗？修你的脸和皮卡丘的脸和蛤蜊的身体在一起，大家很棒哎，优秀。但我想请问，你们真的想看这些修图吗？如果想看的话，记得在这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开始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就先找一张很帅的猛男照，本片精华好不好？这张猛男就是我们今天的基底，然后我再找一张跟他角度相似的一张自拍照，我用这一张。然后我们首先就先把五官给抠下来。复制到这贴上，然后透明度要调低一点。接下来就是对齐五官，这样好像差不多哎，蛮好看的，可以棒。然后先去它边缘考错点这个图层，用一个修改缩减来个四好了，然后我们拷贝一个原本的。在这个原本的删掉他的脸，然后把这两个图层选起来，自动混合图层，很帅吧？他的那个色调完全的帮你复制过去，不用在那边花时间调光调色调，超级方便。我先把这三个合并，好看得好烦哦。OK， 合并之后我们来做个遮色片，把不要的地方刷掉，用黑色笔刷。这里连得怪怪的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调。啊，我要他的眉毛，来，我们大面积的刷一下，借我眉毛哈。这个泪痣我们也不要了。OK， 一个非常妖艳贱货的肌肉猛男就直接诞生。好，我们还有很多工程要细修哦。这边是我的鼻子。眉毛这边再加深一点，我们偷多一点他的那个眉毛，他那个双眼皮褶也可以来一点。这个眼线部分可能就不要了吧，是不是太娘了？这个下眼睫毛有点太浓密，不行。嘴巴这里有点奇怪，可以用个仿制印章工具怎么样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先来做个暗面好了。拷贝一个图层，然后把它变暗一点。然后把这个图层放在最下面。上面这个呢，开一个遮色片，黑色是不要嘛。一般来说不要合并比较好复原啦，不过我今天觉得太麻烦了，我就把它合并。我们来让它卸妆一点好不好？还没工具去色。已经非常的男性化啦，很帅耶！我已经忘记原本长这样，然后原本就是小眼睛啦。我们现在走一个水汪汪大眼，眼睛我觉得缩小一点，真的太奇怪了。缩小用这个异化缩拢工具来，我们放大好不好？放大，不好意思，放福利，剪跟眼睛差不多大小的圆，剪个两下好了。它变小都会稍微糊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有其他方式可以让它看起来不会这么美肌感。有够小吗？再小一点，毕竟我是单眼皮派的。这样子怎么样？我们再来放大，不是为了看肌肉哦，我们看整体。原本太大了吧？这样应该差不多。是口红的部分哦。好，我们让它淡一点好了。直接用一个笔刷，还蛮快的。我先试看看，我选一个颜色，绿色嘛。是樱桃小嘴、小红唇哎！天啊！我先随便选一下它的边缘。然后可以用个鱼画，来个五好了，调整一下，饱和度低一点，有一个选取颜色，选取颜色选红的，然后调整一下，让它不要这么的红。男人肤色应该是
这样子。不错吧，可以啦，就是擦的唇蜜，还好吧，应该是还好。胡子感觉可以下来一点，圈，然后往上移，胡子就下来了，不错吧？这光泽是一定要有啊，不行，人家的鼻孔，连这个嘴唇那个闪耀都进去，我们不要改太多，不然就不像我了。那我们就让它再真实一点好了。发现我们刚修改的这种地方会有点糊糊的，可以用一个方式来把这个糊糊的地方都圈起来，然后掏家伙教你们一招滤镜杂讯，增加杂讯。哎，有没有？原本是糊的，加了这个杂讯，看起来很像是它一体的，原本的雀斑啊、毛细孔之类的，这是掏家伙啦，可以学起来。如果看一下原本的人长怎样，好奇怪。还是回到我们这水汪汪、妖艳动人的这个五官。哦，这边有点泛红，你是不是偷长痘痘？来，我帮你消痘。那你把泛红消掉，稍微哦。来，我们再来放大一下我们的腹肌哦，不，眼睛。哎呦，这是穿奶环啊？这是奶环吗？这个亮亮的，应该不是哦，这是反光，不好意思。缩小点两下，又缩小一点点而已，落差不大啦。这样子我们眼白有点太白了啦，哦，非常的违和。加深工具亮部，像一张正常合理的照片。我们来看一下原本的眼白，哦，很黄呢，这么黄。灼灼的了，我男人就长这样。为了让他更像我呢，我还想到一个办法，把我的刺青跟痣放在他身上，好不好？真的蛮帅的，但跟我哥跟我爸也都不像。没办法，我就是遗传到最棒的基因。我选了一个也是侧面的这个刺青图哈，我们来快速简单的去背一些啊，我只要这个刺青的画面。好，这地方直接拉过来，复制刚刚的男人在哪，贴上。有一个叫做覆盖，覆盖其实可以耶。哦，我觉得这也可以，色彩真实，对一下位置哈。大概是这样，快速的方式，我们选那个图层，然后有一个编辑操控弯曲。好，这套用。然后多余的部分，色色片，黑色，边边用硬的，直接刷掉，100%透明度。它就藏在后面了。这个花没有去很好啦，但就先将就一下啦。但我的刺青就在上面了。Cool. 我还有个痣嘛，我胸有大痣在哪里？痣，拷贝贴上。好大，大概这么大。黑色笔刷，有没有直接漂亮的放上去？不行，我的痣一定要原封不动放上去，不能给我减少。原本这样嘛，再加个色彩增值，它会更自然服帖。什么？这就是我的痣啊！你好，不错，完成了吧？好不好看？来，我们再看一下原本的男 model 长怎样。我觉得我比较帅。好啦，我就这样完成了。其实这个是我拍第二次，因为我刚刚前面一直宕机，然后一直重做，好不容易这次非常的顺利的成功了。来，谁要这张照片？10块哈，帮我买。大家如果还想看什么样的影片，或者是我刚刚开头讲那种奇葩的合成，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喜欢我们今天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一个喜欢，记得订阅我们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有什么想做的话，希望我们做的事情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绝对不要忘记发 Mr. 跟 Facebook。想支持我们的话，可以加我们频道会员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打肌肉，拉链是没拉好，有拉好，只是没扣。